就是本院院旗及各系所旗帜。是啊，文学院，这里人文荟萃，来到这里会让你有种心动的感觉。师大文学院，这里地灵人杰，各大门派各方人才都从这里毕业。人文化成师大七十，我们谢谢院长、副院长以及各系所主管。当然，人生七十开才开始。我想师大非常不容易，经历从日本时代到现在，风风雨雨走到这一个地步。那未来的发展，我想对学校而言是很重要的，刚刚好配合我们人文暨有关乌托邦的理想跟实践。我想这样的一个整合，让我们来思考未来的人生要怎么开始。其实在过去这七十个年头来，就是有这些令我们尊敬的老师们不断为师大人注入知识与能量，不断的打气，因而让我们能够昂首走到今天。希望能透过各位长官的支持与灌溉，让我们文学院更加茁壮成长，同时也让师生们不断坚持理想，勇于实现，共同为构筑美好社会而努力。每一年的人文暨是文学院的大事情，从我们蔡宗阳副校长担任院长开始，这样一路传承。那我来到师大以后，我们的立规院长当时非常的积极推动，并且跟我们周边社区也结合。到了国川院长时代，他加入了跨山越海毕业生成年礼。第一年的这个活动刚好当时我当系主任，就是让我来担任总召集人、总策划。那这几年来，校长一直对我们非常支持，给我们很多的协助。那每一年的这个文学院的人文暨，不但是我们内部汇聚的一个巨大的力量，也是同时一起见证师大人文荟萃的精神。那文学院也七十年了，师大也七十年了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请校长为我们切蛋糕，给我们请所有的师长一起帮忙。谢谢，谢谢。再次感谢各位与会的长官与嘉宾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16文学院人文暨正式开始。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，那当然，如果同学尤其文学院的毕业生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壮举，那才是真正的师大，真正是从我们文学院毕业的。
我就套用的很重要的一个精神，跨山我们就是要跨越雪山山脉，所以我们走的是朝鲜古道。越海我们觉得航向太平洋，我们走向龟山岛，我们去登岛绕岛。透过跨山跟越海的活动，最重要的意义刚刚副座已经都告诉同学了。我想我们这是一个学习的旅程，也是各位在离开师大之前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凝聚我们的校园文化认同，让大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毕业的这个过程，一个很重要的体验。我想在好，加油，谢谢。砖砌的老房子，好，大家可以想象，100年前其实福隆它只是一个小渔村，旁边有一个湾子澳渔港，对，那些飘着的那些沙，就长期稳定的往同一个方向运送，所以在这边形成一个就是沿着沿岸流方向。大家上面就是我帮大家画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图，就是说其实啊，沿岸流主要就是风带动的，那这边的风啊，主要。它的那个波浪走向在夏天的时候是东北，三一个亿吗？三二一，谢谢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。我毕业。桃园，哎，好，下一张。应该有你们有在这边拍照吧？那个时候朝林古道在强调这一个淡南之间的交通的道路的时候，它有一些缺点，这些缺点就是今天你们在安部的时候，这一个游牧迪老师有跟各位提到的，是不是有讲到雄镇蛮烟，而那个烟呢基本上就是云雾。相当的热心，为大家做服务哦。七百张五金，再来啊，正方啊，前面的经验好，前面的经验，我要有专业的老师啊，或者说稍微的来一下。啊，大概六公里，这个抽烟区。看一下我们船的最左手，早期有这个西班牙人啊，哈，在这边啊，哈，活动过啊，他们都讲西班牙话，哈，叫 Santiago。比较狭长的地形哦，所以啊，每一撮房子啊，就代表一个渔村，一个渔港哈。那有人住哦，很多车，在这个七桥家庭那边啊哈，这个大陆福建漳州来的这个人啊哈，都要去那个文化来回馈。现在有请校长。文学院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。文学院的主管，我们大学部的学生、硕士班的学生跟博士班的学生，今年都准备要毕业了。
我刚刚我们庄主任已经答应你们可以毕业了，所以我不必考试了。那个只有国文系哦。但是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书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文学院已经这一次第四次办跨山夜海的活动。我记得我有一次没来，刚好出国，出国还，然后已经踏入龟山岛了，所以已经第三次了。所以我们家刚好买了三只乌龟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，虽然各位现在觉得很热，我也很热，我比以后，因为博士袍比是最厚的，表示负担最重。那当然能够从学校毕业都不容易，每一个人毕业一定有他自己未来的规划，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划能够迈向你未来的发展，而且一定能够成功。所以我期待各位毕业之后勇往直前，追求你的幸福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偶尔要回到学校来看看学校的师长、学校的变化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这样子以后学校可以尽量的支持各位来完成你的梦想。那当然今天很热，所以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讲话，诚挚的非常期待各位未来一切能够心想事成。谢谢各位。来，恭喜你。那个同学都会抗议说，为什么校长都只有帮研究生拨税了哈？所以等一下，我们各系所主管帮同学们拨完税啊，同学们都可以再来找校长拨税，好不好？好。二三，小心小心，那个人，好冷，好在那里，好冷啊！他们开始开心一点，这边要三二一，耶！再加三，来看这边哦，三二一，好，还有一台，好高兴。来，罗永跟郑吉啊，你们拿雨伞对吗？回来。Thank you.
先生还有话要说吗？我们认为英国不能再这样姑息下去了，我们应该用武力来阻止邪恶势力的蔓延。如果首相先生没有这种胆识跟能力的话，也是时候换上更有胆识的人啦。首相，跨山越海的施老师，我也在这个场合采第一，好不好？让施老师把手。我们已经跨山越海第四年了，我们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，会有什么状况。每年遇到的可能都不大一样，同学也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，会有不一样的收获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触，但是都会留下一样的永恒的回忆。我们的同学说这个叫永生难忘，可以让你终身难忘的记忆很多。所以我请大家一开始说要替自己鼓掌，因为各位表现非常棒。那我第二个要请大家再接一下大家的手，为所有为这两天的活动付出心力来帮忙的所有的我们的老师们，给他们巨大的掌声。